答。那就来吧，让我瞧一瞧你们的老祖所下学了多少本事。他这么大，哦，曾用旋动激光闪，无数飞针自闪间激射而出，令武警双刀连舞，竟无一针能伤他分毫。好啊，庸儿，一出手便是这杀手锏。不过光是这样，可还伤不到我啊！再来。道王、鬼道、无影，我看到扇形跟我周遭一格，那小心打。那什么属性？金属性。我来喽！我记得这边后面还有一场战斗的样子。暴击，霸体好了，换我了。哦，高架，哇，这样造势也太华丽了。这些如何？哎，是这点小事，这招平平无奇，因为小瞧了我。那可未必，南飞皇一记长剑之刺，正中正平直，就突然半路变招，脚步飞踏，当空翻滚，回旋斩下。宁武警本待挥刀挡开那里，直刺一剑，不料对手飞身避开，竟是一刀落空。但见南飞皇这变招一剑来势迅猛，宁武警右刀不及回防，只得左手一刀迎向当空一剑。小子你好样的，这前半刀是侠影阁的风雪树东岭。后半招是四不像，叫什么名堂？我方才想出来的，名字还没定呢。前辈，你给我取个，嘿，姿势百轴千丑，给你取做鸡飞狗跳吧。还有什么怪招，尽管使出了。巧劲清洗，哈哈 ，OK OK， 我喜欢这种设定。反正是要把它打挂就对了，快五千滴液血，要打挂看还是蛮难的。哎，哦，失手，戳你！哇，他很会躲哎！哇，306滴，太强了吧！刚刚补血，可能补不多了，62滴，好了，这比没有的好。那真的很强哎、欸，站这。好，为什么跟段后的招式一模一样？段后飞步如燕，双翅翻舞，在众人掩护下纠缠了一处破绽，挺身突起，因为紧舞刀旋腿，避开前方众人攻势，双刀背后交叉，不偏不倚挡下袭击而来的双翅。嘿，好险，好险！小姑娘的步伐和天机阁那木头人学过，前辈慧眼，穆师傅这是完备狩猎之势。哎，那木头人的功夫难对付得起，偏偏你又学了这般微妙微窍，看来该多提几分精神啊。风三次 ，OK。等会就先补个血。这里戳
这又失手。闪避是不是？我靠！好痛哦！二战之中，你品息凝神，气沉丹田，武器招元镜，蓄掌心，朝令狐骑一举击出。令狐骑身法回绝，如夜莺飞斧般翻空避过，虽未正面受击，也已察觉那不寻常奇景。哈哈哈，好女娲儿，竟然变成公体，你这武器招远的本事可不常见了。好啊，尽管来吧，让我好好体会一下你能将它发挥到什么程度。不是不是，我红耳快挂了。再补个血。这又失手，南飞黄，你不要一直失手啊！我靠腰，我白补了，怎么不要补了？五回合可以打一次 ，OK。300CD。不行不行，那个陈庸要补，陈庸是很好的队员，只能吃柚子的吗？为什么要南飞黄站后面呢？因为他可以援助。我靠，435滴，有没有搞错？太过分了吧！没有人这样玩的啦。这里，这样打得到吗？算了，不要。他没有办法援，没有办法援护。322，哎，没有援护。三阶死，这样。3843。这个，哦，又失手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快打死他了！直线单体 ，OK， 不要站了，站着。哦，他在干嘛？我靠，800滴，怎么挡也挡不住啊！而且霸体离他有点远，而且不能补自己。哇你嘞，多少东西啊？不行，打不到他。不是吧？傻眼呢，他那个走位，完蛋了，南飞黄可能没办法。他身法也太快了吧！暴击，有机会，赢了 ，yes。哎，还没，哦不，哦不，哦不，我也都。你很奇怪，打不赢，我想重打。哎，醒来回到房间后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剧情了。
所以打输的话，那三个人，一家三口都被杀害了。各位，我们要打死他了。董和谁啦？暴击就是对的。灵王公司下令无情，避无可避。这个要入空中，你就准破绽，骨气蓄劲，透病而出。令无情身刚半空，无处借力，这沉肩歪颈而毙。当他轻轻扫过其面颊，不偏不倚的击落他头上那点黑力。哦，你呢？我们赢了吗？错不了，一股人那一起震飞了那顶黑笠。哎呀，稍微有点小看你们这些小毛头了。不过呢，输了便是输了。大侠，大侠们赢了。卢老板，把情报告诉我们，你就可以走了。我不能说。爹，你快说吧，我们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几位少侠给了我们机会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我哼，怎么回事？谁放了弩箭？动手。一姑娘，屋主，是朝廷的机关兵。秋叔，哦，又是你这个鬼脸机关兵。袭击我手下的弟兄，呼应就是你们啊！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们完了。那就红色的青光人，你娃可没吓傻吧？第一次见的机关兵吗？难道是那女魔头？幕后主使者是他，可是奴隶为什么？女魔头啊？你说的是？喂，不会吧，你娃，你还真见过他？朝廷小面孔，不错，放上那两剑，还有那两个朝廷鹰犬，确实都想自信躲得于死地。不过这帮破铜烂铁我可没放在眼里，小子们准备好了，咱们上。小子们都包扎下伤口，把这些伤药敷上。谢无主，都跟上我，让这帮破铜烂铁瞧瞧咱们的厉害。 OK， 补血啊，敌方全体阵亡。 OK， 反正我们全体人都要活起来就对了。捕风捉影，哇，这招好远哦！你看，哇，这个距离，吼吼吼，直接秒，有没有搞错？太远了，先把这边打死再说。反正都交给我们的令狐警打就对了。一天零队伍全员存活，小兵要吗？还是不用？
这个机关兵真讨厌。有一招可以建设一格，对不对？扇形。能打得到吗？书一直挡到我，真的是。一天你的一天你的队伍全员存活，应该是指我们四个人吧？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吧。挡到我，三几具机关兵有如鬼面般在林间飘移舞动，竟不知他何时竟悄悄的都摸到罗广泽身后，听嘎嘎数声，骨节旋动，寒光乍现，刀刺般的一对臂刃无形朝罗广泽一掌而下。令武警心知不妙，手中两把漆黑刀刃如电光石火般飞出，唰唰数声，转眼间将刀臂斩落。但看机关兵进行之势未歇，另一家机关兵从旁抢上，刀旋臂舞，也要取罗广泽性命。令武警飞步腾空，接下飞毁的漆黑双刃，回旋落地一斩，再度击毁了一架机关兵。罗广泽，退开！是。这帮机关兵究竟是谁人操控？对比军武里的杂语，简直天壤之别。小子们，撑住了！那机关兵怕是不比一般。待我打断他的话语，却此刻却也无暇出手相援。如今能够击败这些机关兵的，似乎就你和你身旁同门了。一棍，我们上。放心吧，一姑娘，就算师母不在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们将一定要将他们再次击毁。一姑娘，背后就交给你了，就让这帮机关兵瞧瞧咱们侠影阁的厉害。希望打得赢啊！我现在超怕打不赢的金属性。OK， 刚好可以克他。找不太到啊，军人存活好像有点难哦。
哎，我帮他补血是不是？那是不是有点强？好像有点强。先补个血，土属性嘛。只能这里先攻击他一次了。怎么了？我晕眩的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是陈用晕眩的。无法移动和使用招式，是不是？那可以休息吧？可以单体，还好。感觉我策略错了，应该先让令狐锦去打左边这边的。我靠！我血快被补完了，我的天哪！好像很强，完蛋了，有点不太妙。好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先看能不能把他打死他。我们顺序错误了，这一关真是难打哎、欸。而且我就队伍选错了，不应该选当飞皇的，因为少一个装备没拿到了，虽然我不知道那装备是什么，那感觉就很好了。太强了吧！哎，为什么没有克他？那不土吗？先把这只干掉好了。这么痛，又是烙背，超痛！暴击！啊，被招架，可恶！好，打赢了。在众人围攻下，鲜红机关兵伤痕累累，一双铁爪已是磨损断折，动作亦不诺早心灵动。你纠正了此刻良机，胸中
蒸汽鼓荡，脚下尘沙飞溅，武器招远远景诺风剑一击而出。但看那机关便说了，这一击胸中土黄玉石并裂成片，如同破布娃娃般单倒在地。在真正徒劳无功的战斗之后，终于停止了运作，总算是清干净了。秋叔，你没死成吧？一路上不碍事，想不到这帮机关的暗算得逞，我也真是老了。在这帮机关的活动敏捷，恐怕是有人潜伏在这林间操控他们。我们该派人追查，不管是谁，机关便全被击溃，只有他还是孤掌难鸣，说不准找进苗童部队逃之夭夭。确实，要我命的家伙也没了，还不全招出来吗？是巧后岩凤，他透过李知府命我用正机做掩护，将这些没用的贫苦人家捉去给他。啊，巧后炎黄啊，可不是当朝的大红人，金官兵的制造者吗？他要这些奴隶做什么？去做仆役，去采玉，还是去给他做机关兵？这些事有他那些机关兵在，还用到这些吃喝拉撒的奴隶吗？我是真的不清楚。每回他都要把我关押着，那些奴隶分批送几处偏僻位置，放着别管，自有人收获。我只负责让那些穷苦人家独饮，关起来喂养，确保他们昏昏沉沉地活着，定时出货给他。酬劳也是透过李知府给我的。那里人到底打什么主意？最好别是拿去宰什么人肉佳肴。你那曼陀花朵是从哪来的？是李知府给我的，我可不知他从哪弄来这东西。还有几处关着这些奴隶的地方，都说出来。我画张地图。哦，看来都被我扫荡的差不多了嘛。行了，你走吧，陆光泽。走，咱们还能走去哪？巧后还有李知府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。想想是谁救了你一命，你怎么不问问他们？几位少侠，我们一家今后究竟该怎么做？庐山三峡村，对，到三峡村落脚再适合不过。不错，那这种巧后的爪牙追来，阁东师长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三峡村，庐山的三峡村吗？是啊，走进了楚阁主庇护，我们才能在那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。我真的能重新开始吗？平儿，南妹，今生嫁了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支持你。爹可以改过自新，平儿陪着你，我们一定要帮忙找到雨儿。没错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协助各位，一定好好把握各位少侠给我的这个机会。手边竹竿抽屉似乎不多，这枚银票就请少侠收下吧。这事就到这吧。好了，小子们，东西收收，打道回府了，咱们可还有人要救呢。胡主说话啦，现场清一清，咱们撤啊。你们小毛头们就担起你们的责任，把罗家送到三峡村去吧。胡主，这么做是对的吧？哈，对又如何，错又如何，做便是做了，这路可不会让你回头了。人生这许多大大小小的抉择，每个抉择都是一条未知的路，若是因为害怕走错了路，在原地裹足不前，最终只是一事无成罢了。想干翻大事，重要是决心和毅力，一路克服那条路上的险阻，永不后悔，向前迈进。永不后悔，向前迈进。勇儿，你入阁修炼一年来进步也不错，继续保持啊。寨里有事，会让小双通知你的。是。啊，差点忘了，雨田里，这东西给你。人家完全不缺性子，挺对我胃口的。那就好好练练，说不定哪天我会来找你入伙啊。哈哈哈。话说回来，巧后炎黄啊，不好对付啊。那个木头人会有什么对策吗？慢慢想法子吧。小毛头们，就是别过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哦，是这两个人哦。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梁山来干这事，后果就是如此啊！只是可惜我的曼陀罗花啊。就这么和自己的救命恩人分道扬镳了。那个臭乞丐倒也有些骨气。那位吴大叔，他也是只能被迫接受命运的无力之人。啊，怎么？你可怜他？可别告诉我你想带他去见那女人呢、啊？如果给他知晓他宝贝女儿正是在他手上，我可不会认为他会感谢你这番好意。他会明白的，他肯定愿意为孩子做任何事。哎呦，这算是要挟吗？我好像没有这样教过你呀、啊。这不是要挟，这只是另一条道路，一条能为他俩命运带来改变的道路。每回遇到这种可怜的家伙，你的性子就变得特别的拗啊。罢了，那就别拖拖拉拉的，心死的担子又下来了，咱们也不是闲得没事干。明白。